说好听是带我出去玩，其实不是，去当保姆，带小孩了，带小孩，把我丢在一边，他小孩子都丢给我，我一直顾小孩，我自己都没有拍到照片。后来我说我也要拍，他说妈妈，你要不要穿个比基尼？我说哦，不行，还叫妈妈穿比基尼，好变态，双口味。这个真的是，我说我没带泳装，那没关系，咪咪也有很多泳装。破哥，你都在想什么啊？叫咪咪要穿咪咪的泳装。那个澎湖不是有每一个岛都有最丑的吉祥物？对，我们拍了16个，但我妈只拍一张。吉祥物比例宝宝，等一下，你，我现在想说，私人，我都没拍到照，你们一直拍那个，我回去怎么跟朋友讲？说我跟女婿女儿去澎湖玩。你说你有看到软私人呢？软私人都没拍到了。